拿麦克风近一点，因为你讲的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。花球，是要证明的是两组对别分别相等的，就是平行四边形。然后今天有一个四边形，然后 A B 等于 C， A B 等于 C， 然后就连 A C， 然后分成三角形 A B C， 还有三角形 C 柱 A。然后在这两个三角形中 ，AB 等于 CC， AC 等于 AC，A2 等于 BC， 所以这两个三角形相等。然后这两个三角形相等，所以角一就等于角四，然后角二就等于角三，所以这是内错角，所以 AB 就平行 C 柱 ，A2 就平行 BC， 所以 ABC2 就是平行四边形。